那一天非常的重要。那一天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是很重要的，那天大学联考放榜的时候，那天结婚的时候，其实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一天。但是要是那一天是医生宣布你肺部有个癌症，你可能只剩下两年的时间了。下一张，故事里面的主角连老师就是一个癌症患者，一个病友，发现的时候肺里面有一颗很大很大的肿瘤，医生跟他说他活不过两年，结果他靠他的意志力，在这两年接受了130多次的化疗，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。结果他到现在4年多了，还活得好好的，而且他更珍惜时间，更珍惜生命。其实我们都有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勇敢的活下去，要把自己的时间、生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带来玫瑰木的歌，《那天》。Thank you.
谢，那天。